各位好，欢迎来到三窝采访，我是主持人欣然。恭喜 TT 拿下了本场 BO3 的胜利，我们请到的是中单选手 Yuka 来到我们的三窝采访席，欢迎 Yuka， 先跟各位打个招呼吧。안녕하세요저는 TT의 미드라이너를 맡고 있는 Yuka 이라고 합니다。아중국가능하신가요？아大家好，我是 TT 的战队的 Yuka， 谢谢。欢迎 Yuka， 也是已经可以用很流畅的中文来跟大家来进行一个问候了。首先也是恭喜他们拿下一个队伍的二连胜，在登场的时候也看到他非常用一个很大的爱心送给了粉丝们，也很大声了说一句加油。所以现在拿到了连胜之后，心情应该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吧？哎，对，먼저이년승축하드립니다。네，등장식그그하셨을때도엄청큰하트를해주시고뭐입모양이加油라고인것같은데지금이기셨니까좀기분이많이좋으신것같은데요？네맞아요지금너무기분이좋고저희가처음에안좋은시작을해가지고그래가지고조금이기기조금어렵지않을까라고생각을했었는데이렇게2연승에달리게돼서되게기분이좋은것같아요오늘1세트초반에사실 TT 페이스가엄청좋았지만아쉽게도승리를따내지못했습니다그래서 1세트경기끝나고나서어떤피드백이있었는지궁금한데요1세트가저희가게임이굉장히유리했는데끝내지못한부분에대해서저희가좀더과감하게하자라는피드백이많이들어갔었던것같아요1세트경기내용좀얘기해볼게요막피께서연애를가져갔습니다이챔피언이지금 EPL 에서승률이 100% 를가지고있습니다그래서유칼선수생각하기엔지금이메타에서연애에대해서어떻게생각하시는지여쭤봐도될까요연애가조금승연도를많이타는챔피언이라고생각을해서자신있는사람들은써도되는그런챔피언인것같아요그래서좋은것같습니다3세트얘기해볼게요그때21분쯤에상대가먼저TT 의제이스랑마우카를잡으셨고、네、그바로넘어갔습니다다음에 TT 의대처를엄청나게하셨습니다그때는어떤컬이있었는지여쭤볼게요이미시간이바로는먹힌시간이었고바로는주고상대방을다잡자라는식으로됐던것같아요그게잘돼서되게좋습니다그마지막에나르랑바텀에서 1대1하실때하지만상대가바로는더치고있는데요그때는어떤스토리가있었는지궁금한데요제가1대1이이길것같아서그래서싸웠는데이게져버려가지고팀원들한테굉장히미안했었어요근데팀원들이제실수를되게잘커버해줘가지고되게좋았어요다음상대가바로강조 LGD 팀인데요、네、과거한번들어보겠습니다저희가2연승이아니라앞으로도계속이길수있도록많이노력할거고그렇게승리를많이가져가겠습니다짜요不光是二连胜，我们的队伍也会向更多的胜利进发的，加油加油！也谢谢 Yuka 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席，감사합니다，승리축하드립니다。那赛后呢？对，아직안끝났어요，还没有结束。那赛后呢？我们即将进行的就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个赛后粉丝互动环节，也请 TT 的所有选手来到舞台上，有请。同时也请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幸运粉丝上台，有请。也是带了 Yuka 的礼物上来。一个可爱的小姐姐，来，有什么想和我们的选手们说的吗？我是 Yuka 的粉丝，然后他今天表现得特别好，然后我希望他就是能够表现越来越好，然后 TT 能够拿下更多的胜利，然后希望我们 TT 能够有更多的粉丝，然后我还特别喜欢欣然。谢谢，也可以拿走一份你喜欢的礼物。好，也可以看向前方的摄像机一起。来了，固定的营业位置啊，来，三二一。好，谢谢你的支持，也请到下一位的幸运粉丝。都已经听懂了，看来现在中文已经很好了。来到我们的选手身边，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吗？先恭喜 TT 获得胜利吧。然后我哥们儿是，侯亚的粉丝，然后他在就侯亚在 LCK 的时候，我哥们儿就已经非常喜欢他了。然后现在就我哥们儿希望他在 LPL 越打越好，然后在中国。天天开心吗？호야선수알아들으셨나요아是你的朋友是吗对아이팬의친구가있다고호야선수가원래 LCK 있었화동에서하셨을때이미응원하고있다고하셨는데요그래서지금 EPL 에서화동하고있으니까더매일开心是吧天天开心아더잘했으면좋겠고내일행복하세요라고하셨습니다와可以拿走一份你喜欢的礼物네감사합니다不要忘记合影哦很难得的机会来看向前方的摄影机，哇，Yuka选手很贴心啊，来让出了一个合影位。三、二、一，好，谢谢你的支持，谢谢，也请到我们下一位的幸运粉丝上台，有请。刚刚这个粉丝说到，这个是后亚选手的粉丝的时候，Yuka选手说，哇，应该都听懂了，来，有什么想跟我们选手说的呢？啊，跟我吧，啊，可以，来。
粉丝们一起来比个耶的姿势好不好？啊，很可爱，来来来，三二一，好，谢谢，谢谢这位可爱的小姐姐，谢谢你的支持。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나사오스티티더잠들러동단입니다두분엄청유성하시는데그래도중국어말이하시길바랍니다 지난번에저희가온라인드라마했을때그때는유가선수가핑크색이었고머리카락이제가아왜눈썹까지연색안하냐고물어봤는데 오늘좀연색안하신것같아서좀궁금하긴하네요혹시다시한번염색할생각이있으면아제가그요새솔그뭐냐연습을많이하느냐고머리깎을시간도뭔가없었어가지고그래가지고다음에기회가된다면은할수있을것같아요그렇다면다음번이라면어떤색으로할까요만약에여름정도하게된다면은막파란색이런색으로도할수있을것같아요파란색이에요네잘모르겠어요근데아직은막계획이없는그런거라서이번에스프링시즌인데엄청꺼내고싶은챔피언이있어요아사실스윙은항상써보고싶고제가잘하는챔피언이기때문에인생챔이에요네그래서계속보고있었던것같은데곧나올수도있을것같아요스윙이진짜잘했어가지고아 네알겠어요기대해보도록하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 네, 바이바이감사합니다